周看电影，关注好片片。大家好，本期分享一部由克里夫·欧文主演的动作片《火线保镖》，也叫《赶尽杀绝》。主人公史密斯是一个神秘的职业杀手，没人知道他的背景。一天晚上，他正坐在路边吃着胡萝卜，萝卜是他的最爱，尤其是干嚼着吃。突然，眼前有个孕妇捂着肚子跑过，后面还紧跟着一个拿枪的男人。很明显，这个男人正在追杀这个孕妇。史密斯平常最看不惯的就是恃强凌弱，所以在这个男人行凶之前，史密斯用胡萝卜将其干掉。方式也很特别，胡萝卜直接捅进了他的喉咙，插喉而死。哪知要杀这女人的不仅仅是这一个男人，又有一大波黑帮人马杀到。史密斯让孕妇先躲起来，他自己和这帮人展开了枪战。凭借杀手的卓越技能，他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这帮人。或许是受到了惊吓，女人腹中胎儿即将降生。此时此景，史密斯很想吟诗一首，无奈身边没有医护人员，他只得亲自为孩子接生。伴随着一声啼哭，孩子降生。史密斯一枪打断孩子的脐带，这种断脐带的方法把孩子妈妈也吓了个半死。就在此时，又来了一大帮杀手，见势不妙，史密斯抱起孕妇就往天台跑去。跑着跑着才发现孕妇头部中枪，已然身亡。事已至此，史密斯只得抱起孩子继续逃亡。在逃的途中，还是被一个杀手盯上。史密斯躲进厕所，当他在马桶上吃了胡萝卜时，别在腰间的枪不小心掉进了马桶。史密斯急忙取出并用厕纸擦拭，遗憾的是手枪还是因潮湿无法正常使用。这边的杀手举枪冲进了厕所，史密斯用胡萝卜关掉灯光后，从后面勒住杀手脖子。杀手情急之下在黑暗中乱开了几枪，门被打出了一个破洞之后，一束光照进来，正好照在干手器上。史密斯一只手制住杀手，另一只手拿着那只进过马桶的枪，在干手器上烘烤了片刻，转身回手一枪打掉了杀手手中的刀。然而史密斯没有杀他，而是直接推门离开了。身为一个居无定所、四处游荡的杀手，史密斯觉得自己根本照顾不了这个小生命。他把孩子放在公园的转盘上就要离开，可没走几步就听到了一声枪响，同时转盘附近的一个女人中枪倒地。原来是追杀他们的匪徒老大胡子哥在远处用步枪狙击。史密斯见势，立马掏出手枪开枪打中了转盘的铁柱，转盘转了起来，孩子也跟着转起了圈。这样一来，胡子哥无法瞄准目标。就在他错愕之际，史密斯一把抢过孩子，夺路逃走。史密斯很是为难，扔下孩子的话，这孩子十有八九活不成，如果带在身边也不是个事儿。所以他找到了朋友娜娜。娜娜的孩子在出生时就夭折了，所以喂养这个孩子应该不是问题。但是娜娜并不想照顾这个来历不明的孩子。这边的胡子哥脑瓜转得挺快，他猜到这小孩子肯定要吃奶啊，所以排查了所有的奶粉店和有奶水的女人，最终锁定了娜娜。就在他威逼利诱娜娜的危急时刻，史密斯及时出现，把黑帮老大拽出门外一枪撂倒。等他们走后，胡子哥睁开了眼，哎，这家伙竟然穿了防弹衣。与此同时，史密斯和娜娜发现怀中的这个小家伙竟然喜欢听重金属音乐，于是猜测孩子的母亲生前可能生活在嘈杂的环境。此时胡子哥也发现了他们停在路边的车，于是带人偷偷潜进了房中。史密斯眼疾手快，瞬间就放倒了最先冲上来的几个人，然后抱着孩子杀向楼梯口。借助一根从天而降的绳子，成功滑到一楼。这个在空中单手持枪边滑边扫射的画面真是太酷了，不管你们信不信，反正我是不信。逃过追杀后，二人带着孩子来到一个俱乐部，在顶楼通过偷听杀手的对话，史密斯猜测到了事情的真相。原来这个国家总统头号候选人身患重病，
为了续命就派人用他的精子批量繁殖后代，直至找到合适的骨髓移植。而且这个候选人主张管制枪械的论调深受民众的推崇。如果他能成功胜任总统并执行禁枪法案，枪械制造商将无利可赚，于是他们便千方百计杀掉这些小孩，以阻止候选人续命。史密斯让娜娜坐上大巴先行离开，他自己处理完事情之后就会跟来，如果事情出现变故，他就带着孩子随便找个地方下车。史密斯约总统候选人在飞机上见面，但是见到对方之后却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。原来候选人为了自己谋利，已经和黑帮做了另一个交易，他让对方帮忙寻回孩子，待自己上位后会制定相关扶持他们的政策。发现真相以后，史密斯在飞机底舱杀了候选人。接着史密斯跳伞逃离，对方派出了一队人马在空中展开追杀，史密斯在空中转身一枪一个，落地时史密斯胳膊也中了一枪，随后他被胡子哥抓获。胡子哥对史密斯展开酷刑逼供，他残忍地掰断了史密斯的几根手指。就在胡子哥用手术刀扎向史密斯眼睛的同时，史密斯伸出头狠命撞倒胡子哥，手术刀也插进了史密斯的脑皮。他拔下手术刀，将身边的黑帮成员迅速撂倒。他拿起手枪，但由于开枪的手指被胡子哥掰断，无法开枪。对面的胡子哥见状，不由得得意忘形。史密斯似乎胸有成竹，他用手指缝夹住四颗子弹放在火炉上，子弹尾部火药部分受热膨胀，将子弹射出，打死了黑帮老大。这种开枪模式还是第一次见，导演脑洞不可谓不大。最后，史密斯找到了娜娜和孩子。但他们刚刚冲锋，又遇到了劫匪抢劫。史密斯一个飞脚踢掉劫匪手中的枪，并掏出胡萝卜代替手指扣动扳机。克里斯·欧文饰演的史密斯先生是我所见过的最爱吃胡萝卜的人，他的胡萝卜就像李寻欢的小李飞刀，你从来不知道他从哪儿掏出来，即使是在厕所里也是一掏就有。这是一部怎么爽怎么拍、怎么俗怎么来的电影，看这部片子千万不要拘泥于剧情跟逻辑，看着爽就行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欢迎点赞、收藏、加个关注，给个鼓励，谢谢，我们下期再见。